先休息一下，等等让半仙跟玉龙他们来找我。先试一下这个枕头是不是我喜欢的。可以，很舒服。大礼包里面有什么？这是一个衣服还是那个还是毯子，应该是个毯子吧。然后西瓜视频的口罩，然后创作人的工作牌带着，这个是饭票午餐券，可能要用一张午餐券。吃饭券，顶个局。还有一些就是宣传册。瞎饭，吃完这口饭，我能睡到天荒地老，直接回来睡觉。因为下午也没什么活动，睡就完事了。走，先下一楼，拿着房卡走。我眼睛都睁不大了，虽然我眼睛本来就不大，我已经闻到饭香了，循着味道去吃饭。哇，是撕券吃饭的，吃一次饭撕一个券。自助餐的好多人呢。啊？先走这个地方。啊。后面还可以到，外面完全是空的。哇，太多人了吧？太多人了。高朋满座。喝酒吗？哎呀，终于可以吃饭了，我不行了。吃饭戴口罩啊？我们马上摘了呀。这个自助餐就这样，这边的这个菜啊，融合水平都差不多的。不是，先厕所吃饭。我太饿了。哎，先吃点吧，这个。你早上没吃早餐？我吃个锤子，我靠！我就喝了一杯咖啡，一直顶到了现在。来，我们吃饭了啊！先生，我们吃早饭了。嗯。还是油焖的那一次。对。月龙，你是怎么到成都的？我坐飞机嘛，我们那儿有直飞成都的。就是这要费用工资费啊？对啊，那就自费嘛。从家里哪里飞的？我第一年从加拿大回来，国际机票将近20000都给我报了，来回。那个时候真的过期了。能一样吗？不知道怎么喜欢改规则了。好了，吃好了，菜还可以，味道还不错，可能是因为我太累了嘛。可能你饿了。我是真饿了，我是真饿了。我的信念里面就想着这顿饭吃完就可以休息了。回去还得挺。回去再挺一会儿，挺到晚上再说。好了，吃饱不足，准备去休息了，因为。晚上呢是他们的创作人之夜，就是他们人气前100的人去做打包。这里一共参加的是将近500名吧，去100个参加那个，所以我呢就没事了，回去休息了。刚刚一起去拍了个旅游的合照，因为我睡醒太晚了，你知道吗？睡醒9点了，晚饭我都没赶上。然后跟月龙、半仙他们一起去买了个泡面，我回去回酒店泡面吃，还有最后一瓶水，应该等等明天会有的送的吧。煮个水，坐等泡面。睡醒了好吧，现在精力十足，吃个泡面，做视频。工作了，吃一个小泡面，好吧？小泡面整的，那老大香肠，这小卖部这两天生意火爆，这么大的网桌，电视屏，连下无线，我会一样绝技，你知道吗？我可以赚这个，
看啥？等等等等。那把挖还能抛起来，碗能抛起来。工作。好了，做好视频了。哦，太累了，奔波了一天，从来没有那么累过，所以今天准备直接躺床上休息了。其实好像也没啥事儿。明天好像也没啥事儿。好像在这边每天就是吃饭，然后酒店也出不去，因为有疫情呢，也不能去九寨沟。他们那边运营组下了通知，说最好不要离开酒店，所以说呢就在酒店里面待3-4天吧，就这么一直待着。没事，明天可能还有一些会啊，一些活动啊，可以去参加一下。啊，太累了，我不行了，叔叔阿姨们，我要先睡了，晚安。